死了，死不开大，哎，不开血池，那别吃不消啊，对不对？见识短了，没见过那人。对的，你要刷大刀刷盾，然后风枪挡技能，一技能躲技能，对吧？实在不行吃点技能没问题的，很肉的。感谢送的520，哎，那个感谢送礼物，感谢送礼物。我尼玛是谁啊 ？Q 一下。对的，往前压，垫步，追他。再 Q 了，哎哎，你今天不交场，我要你的狗命！绕，我尼玛你还跟我绕？哎，你绕吧，你绕我烦死了。对的 ，Q， 你再绕，两刀，三刀，四刀挂引来，红怒 Q 吸不上血。我尼玛，你真把自己当什么一级很强的英雄了？你是什么身份？我什么身份啊？我是一级的王亚索，你是个什么动物？走了，兄弟来了。他跟我 A 起来了。等一下 ，Q 一下，哎，卡一下防御塔的攻击键，给我们再 E 出来。哎，我在吃你的果子。哎，不行，我要扛塔了，先走出来。对，因为后排两个小兵没进来。还好我早发现了，不然这波要被塔打两下。吃自己的果子。这把打蝎鬼地剑可以不用出布甲鞋，地剑直接裸刚。哎，我没了。一 Q 一下再一 A 一走。一再捅一刀再 A。你哥哥又是我。别急 ，EQ。再一过来 A 一。再捅、啊，他没学血池啊，他 Q 一对点，你知道吧？吸血鬼根本打不了亚索的，吸血鬼打亚索你特别特别猥琐才行，完全对不了线啊。因为吸血鬼前期身板很脆，而且遇到亚索这种很灵活的英雄完全玩不了。我建议你们二级就学血池，知道吧？多一份保障。先把塔皮吃一手，一刀，两刀，好。你是怎么做到只练1000，然后没有多少粉丝的？这很正常啊，兄弟。很多粉丝很多的直播间没几个人呢，兄弟，正常。这玩意是这样的，不要去，你不能既要还要，知道吧？直播间有几个人支持你已经很感谢了，不要太贪心，知道吧？追一下，我的心刚差56块钱，再贪一波吧。蝎子能不能帮我再凿一层塔皮？再来一下，哎，他打兵，再来一下，我还能吃一层塔皮。移过来。EQ 同意了 ，OK， 一拉走，这波有机会杀他，不过我得 EQ 闪，因为正常他要放血池的 ，EQ 闪可以杀他这波，然后靠出来一点 ，EQ 闪 AR 挂一人 ，OK， 然后稍微出来一点点，知道吧？不要把钢买了，因为打的是蝎鬼，出布甲鞋没用，出水银鞋呢也没用，因为他出水银鞋有点那个了，他没伤害，我出什么都无所谓，我们先叠钢。过去的我都不知道哎，这把的破败王很肥啊，起节奏了，那么久。对吧，直播间有点兄弟支持已经很感动了，粉丝这种东西哎呀随缘吧。一直没走，这把的小型都破败王，他换路了，是蝎鬼说我不打了。石伦说你无敌了，孩子你无敌了。蝎鬼说我是无敌了，怎么了？把果子吃一下。真没人来啊、哦！一刀，哎，回个来，我操，真的晕到我，走一下，这不可能要死耶，被他打三下，我的妈！风向挡减速，再 Q 一 A， 哎呀，我的妈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，你无敌了，孩子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哎，气死我了！坏了，这弗雷格又拿我一个终结，小心啊，兄弟！这弗雷格很肥啊，知道吧？蹲我一下，弗雷格又来搞我了！来来来，石头没大招的兄弟，你过来，你靠过来。我有点吃不住他伤害，他没大招了，弗雷格没大，石头也没大，交给你们了。打不死算了，打不死。哎，走，你们走吧。我的妈！你看别人的队友，你再看一下我的队友。我的这两个队友没有安全感、啊。算了，我们自己慢慢打吧。这飞的伤害好高啊！
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文件打，文件打。我罚他，要龙要先锋兄弟，打什么？打龙还打先锋？我的建议是打先锋吧，龙不是能碰，咱们能碰瓷的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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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打龙，来来来打先锋。啊。一刀，再一 A Q 刚一下。这人开不了，他没撞子。你无敌了，孩子。突然挡一下，换蛇人来了，来一过来 Q。我你无敌了，孩子，你又来了，后半王又来了，小心，我看到他开的雾了。不过他应该在打先锋，他应该是他打野的时候开的雾，但是我小心一点，他没过来。OK， 这蛇人什么装备啊？这蛇人一套秒不了我，不用怕。一说捅一刀 ，A， 一带 Q， 带一，这蛇人好怂啊，算了。小心，哎呦，没人处理这个回哥不行啊，看得好难受啊。 EQ 看到队友在那被他屠杀， AQ 打团得稍微盯一下这个回哥，他伤害太高了。激活敌方凯特琳，哎呦啊，他这三件装备有点夸张了，你知道，我都不一定打得过他，我没不讲鞋，他收困收集者加那个搞一下鞋鬼，看到我了，再杀一个求你了。 OK， 他收集者了，这破败王不会玩，不是哪有破败王出收集者的呀？你肥归肥，但是你别这么嚣张啊！你出个三项，出个破败我都忍了，你出个收集者，真没吗？真没吗？我们这几个兄弟当人，你妈你也是，丢一下，走，小心肥哥，我不知道肥哥在哪，在上路，近死了，这个血量不走，那就是死了。EQ 翻挡一下，带一 A EQ A 一加捅一刀。Q 闪死了，把塔拆了，先把这个一塔拆了，我去帮队友。又在杀了，完了呀，这是。八千，哦，不是，那不是他的装备，那是他变的英雄的装备。我尼玛，不假。他是出默认的 AQ EQ A 刀 A 两刀接大刀，不是你怎么算了，追不上他了，让他跑吧。能留吗？算了，我试一下吧，我来跟他们接团，我看我在团战里面能不能终结那个佛爷哥一波，但是我感觉不好打，就没有这种控太多了，佛爷哥团战操作空间比我大，因为我的队友会死，我可能不会死。一个吹起来 A 一刀 A 两刀 Q 一刀，佛爷哥来了 Q 啊，主要队友死得太快了，知道吧？队友一死，他操作空间太大。他队友如果能多撑一会儿，其实他团战没那么厉害的。留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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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人。
打他打他，兄弟别怕，哇你妈撞，打压一下，打团你们尽量，哎我操没开麦，打团你们尽量晚一点死啊，你们死的太快，这弗雷哥他处理不了，知道吧？没血尽量往后躲一躲，这弗雷哥能秒人，只要他不捡魂那个起来，其实能处理的他。打龙打龙来打龙来打龙，我们得拿一条龙，快快快过来过来兄弟，打一条龙打一条龙，有一条龙就够了。哦不，这把好像可以龙魂耶，来打来打，快快快！我有风墙，你们，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OK。让我走，让我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还行，这把有两条龙骑嘛，这把拿龙魂也不是没有赢的机会，好吧？对面也就一个弗雷哥，只要我们队友可以晚一点死，不要让他捡魂，去打团我能处理他，因为他纯输出让他很脆的，空到其实一套也打得死他。战斗是我的宿命。弗雷哥太别死，他妈别死，三十秒后有大龙。不是，走，我是能打，但是我的队友吃不住伤害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别急，我们打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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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我，或者你们等我开，走一下走一下，你们别上你们别上，我只上来打他消耗，知道吧？血鬼没血池了，别急别急，想着弗雷哥剑圣哥你别冲，这弗雷哥要斩你了，你们尽量离我远一点，别被石人撞太多起来。有病吧？石人能打吗？好控，好控！追肥哥，你们躲一下，你们先躲一下，我再杀到后排。找追追追追追，别被他秒了，兄弟。看我，看我，兄弟，看我。走走，先走先走。我你妈，你不过来！哎呀，队友不死其实很好处理。我说了不要靠近他，螳螂！我你妈，等我来不好吗？他打不过我，其实。老子给他捡魂，他烧空间太大了。队友可能不懂破败王有多变态，知道吧？正常。我尼玛！双峰 Q A E， 一 Q 带一过来，带一 Q。带 Q 一，带 EQ， 走走走走走，干嘛？控他控他兄弟，哎呦喂，控的衔接的太垃圾了。我在路上。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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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打大龙兄弟，直接过来打大龙。别走啊，哎算了走了，回家了，线不好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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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打野走了知道吧？我们打不了了。哎哎。远离那。哎。不是你打不动，哎走兄弟，不打龙不打龙，谁说要打龙，走走，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，走走走走，来小龙来小龙来小龙，补了状态来小龙，最后一条龙龙魂了，慢点打，别急，他们在打是吧？来来来，看一眼看一眼，他们在打，他们打也没在打，他们打的不快，来来来来，我在路上，他们打的不快的，烧一下他们，来来，我你妈没开麦，来龙来龙，急死我了，来龙打人直接开，兄弟，敌方已经
杀人杀人不管了，算了，走吧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把石头宰了。小龙，来小龙，来小龙，来小龙。别管，来小龙，来小龙，跟我来这里蹲一波，兄弟，你信我，来我这个位置，可以直接开他，他交闪了 ，OK。有点变态，我死一 Q 带 A 一带 Q 带 A，Q 闪一 Q 一刀两刀三刀过来四刀五刀六刀死远古，哎小龙很脆的这破败王，他那种出装没用。我在路上。还行，龙魂了，别急。OK。我方已击败。觉得主播玩的还行的兄弟们，没点关注可以点点关注，感谢兄弟们支持。血统满，有血统满，我容错会高一点。来拿增益。其实我容错已经很高了，但是血手最后一件出厉害，而且也比较适合我。不开大，哎，不开血池，那别开了。不要觉得我这装备伤害不够，好吧？秒秒切鬼啊，这边 AD 这种，还有卡对面杰拉这种随便秒的，把夹子踩一踩，房子打团的时候被恶心到。对吧 ？EQ A 刀 A 两刀 Q 一下，完了我这不可能会要死 ，Q 一下，哎破败王破败王死了，玩具一样他被秒了，我还是得小心一点，对面伤害还是有点高的。接大挂影了，罗莉 I EQ 带 A 帮他挡一下，带 Q， 帮他溢出来走了 ，Q 吹起来走一下。哎我移不过去。OK， 赢了赢了一波，我你妈一波，一波一波一波，好伤人，快点过来，哎，又是坦云。换个车，换个车啊！怎么润呢？没点关注兄弟们点点关注啊！感谢兄弟们支持。死亡如风，长伴无声。四万二的伤害，三万九的成伤，好吧。Yeah.
控制。